弟弟。他会讲话哦。里面那个，你等一下进去嘛，他们先抓、啊。抽起来了，这小中分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家，今天呢，妈妈已经生完了，然后爸爸还在帮她洗头。造孽啊！等一下，我不会怕。然后弟弟现在在这边看他们洗头。因为我伤口太痛。等一下，两个月，我根本不会自拔。点很痒，知道吗？再下一眼，真的。猫抓死。你们要？为什么猫抓死狗怕死？你有戳进去吗？有啊，现在正要进去，你再进去要大概要十分钟才进得去。这头像迷宫一样。进，而且是进去就没办法出来。你在拍哦。进去就没办法出来的迷宫。黑洞。黑洞，对。不是因为真的是带小孩太累，洗头都洗不干净。弟弟 ，Hello 大家，刚才呢，妈妈请我说拿一个尿布，因为呢，妈妈先帮弟弟换那个尿布的时候，妈妈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她喜欢把她的尿布直接不给她穿，然后她直接在沙发上比较透气，让她透风一下，然后还闻到她的脚有一点臭味。对，然后呢？这样子之后呢？你知道我一过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给我尿尿，他给我尿尿，真的是孔子尿哎、欸，孔子尿哎、欸，孔子尿，孔子尿，孔子尿，太可怕了。我摸哪一张就会中乐透，我刚好被弄到手，我的衣服全身都是。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多掉啊？他说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孔子尿。而且重点是他是在沙发上哎、欸，因为我们沙发是用擦的，真是哦，这样下一个人怎么踏？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可怕，他真的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怎样，他想被喷童子尿、哦。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坏习惯，因为这样可以散热，很舒服。他的尿就是我刚才还跟妈妈说小心哦，这样子他可能会尿尿，就还真的给我尿了。